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竖线上有三点哈 ，A、B、P 啊，那 A 对应到负九 ，B 对应到三呢，那 P 是 x， 而且哈 ，AP 是等于五分之三的 BP， 也就 BP 的话呢比较长，那这个假设是 A 好了，这是负九，然后这是三，好，那 BP 比较长哈，这个啥？这个是 A 啊，这个是 B 啊。这个 P 有可能在里面，然后 VP 比较长，所以可能在这里。那 AP 哈比上呢 ，VP 哈是等于多少呢？三比五，我是三比五了。哦，那我用分点公式就可以把 P 算出来，这是一种可能。我这种可能的话，我现在把 P 算出来 ，P 的话等于多少？就等于那个三加五是八。八分之三乘三，哦，三乘三，那加上多少呢？加上五乘以负九，哦，五哈，那乘以负九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八分之四十五哈，减九，六三十六，这是负三十六，这是四二的八，四九三十六，所以是二分之负九，这一种可能。啊，另外一种可能的话，因为 AP 比较小，也有可能在这里，哦，在这里，再画一个好了，这负九，啊，这是三啊，可能在这里，在 X， 然后现在的话哈 ，AP， 哦，这是 AB 嘛 ，AP 啊 ，AP 这是比上多少呢？比上 BP。哦，这是 P 啊 ，BP， 这里是5了。哦，啊，整个是5嘛，啊，这里是3，啊，所以这应该是什么？应该是2，也就是说哈，我这个，这个减这个呀，就负九哈，减 x， 哇，这个就是这个长度了。啊，除上多少？除上3减多少？ 3减掉负九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是等于3比2。三比二，那这样我也可以把 x 算出来。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是十二，好，那二六十二，所以就得到哈，三六十八嘛，这是负九减 x 等于三六十八，那 x 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个负九减十八就负二十七呀。所以可能负二十七，也可能负二分之九。所以这一题哈，应该要选多少？选 B 啊，哦 ，B 是负二十七，它跟那个 C 哦 ，C 的话是负二分之九，哦，所以答案是 BC。